松动一些。好，现在是高音不是问题，现在轮到这个低音的部分了，要希望你能够越唱越好嘛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罗家把这首歌曲演绎好，明天呢再来演绎一遍。好，那谢谢线上的朋友的加油打气，然后阿伦的海鸥呢也要越唱越坚强哦，继续加油。那下一回呢有机会再接到你的电话啦。那么还有在线上呢点赞还有留言互动的朋友，那大家也可以大家告诉大家，欢迎更多的朋友呢来到开心唱出来，大家把好歌好歌声献出来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在这边平台也有好歌要送给你啊，这是王力宏所演绎的日语版的鬼迷。Thank you.